机器啊，等下大鹏子磨机的时候，把磨机过程拍下来。你在录啦？昨天他弄起他今天电机都还没拿起来，搞了一天了，没拿呀？还没拿出来。 只有三十三袋子啊，就那么大个力量，这三袋子，四袋子能吃也达不到了。那咋好卖大杯得几？一百一十二十九，一百一十六，不好卖杯。而且这个那么绿啊，还加热呀，那啥子加热呀？你们光线是？铜子加热成地方嘞？这是啥呀？ 你那个就是铜，你不加热那个东西，你根本就不得出来。像我们以前他们那个人都铜子直接沉淀的，啊，懂不？直接沉淀。啊，沉淀了过后，那个点那个渣子是一个，像那个老兵那是一样，老实那个，把个渣子一压就可以了。
把这四个放进来上。 这个片下面你解释一下啊。
就这么砍比较好，尖锁反而不好。如果是复杂的话，因为我是个男的，他应该懂得这么点个东西噻。那难说。这时候你电机还没来呢，好好好，走吧。哎呀，就这样咱上不上了呢，就上这个东西就没得了哈。这个不晓得哦，这不赔啊，这电机他懂电机他有点不懂。